Thank you.
王子嚟咗啦！咩话？三王子嚟咗？弊啦，我未梳头，未换衫添，快啲啦，尼龙，快啲！尼奴啊，吓，你快啲同我戴好朵花先啦。哦，唔系戴呢边就戴嗰边啊嘛。袁莹，啊，乜原来系你嚟啊？等我话将鲜花插在你云鬓，我还仲替你梳。如果你激嬲咗我呢，我要赶你走噶吓。哦，赶我走添啊？系点啊？走唔系走，唔系个话唔见咗我咧，你又话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啦。子健，真系不是冤家，不拉嘴头。来向你报喜，你就俾我冷水一头。昨夜同着台上赋诗词，我一挥即走啊！昨夜嘅情形点啊？讲我听下。昨晚同着台落成典礼，父王设宴，文武百官齐集。父王几高兴啊！佢话如此良宵，岂可无私以留纪念？就命王灿、杨修、陈林一班才子，同埋我大哥。你阿大哥系？咁你呢？我啊，我对住咁好嘅良辰美景，唔叫我写啦，我都知兴勃然啊！阿父王即刻命题咯，叫我哋一齐作一首《登楼赋》。我即刻执起支笔。走上飞桥一望，台前景色尽入眼帘。我一边睇就一边写，啊！等到我交卷嘅时候，佢哋个个仲口紧笔头啊！嗱，呢一首就系我寻晚作嘅《登楼赋》啦，读者你睇下。阿父王佢摇头三叹，话我文章摇九州。话天下文章一食材，我已经占八斗。系呀，系点咧？咁你应该要勤自勉，博取文章立千秋。才子配佳人，我俩闺中成密友。我又点能配得
走吧，我成世怨怨气也气，仲日日望住你梳头。你廿二嘅啫，咁你仲去唔去远征？你叫我远征嘅咩？我唔睬你噶。哦，姐姐，乖，远征啊，有啦，我嬲噶。咁你唔准我叫远征，咁系咪将来曹家族母唔准我写娶远征，要写曹子见娶大子咁，系咪？真系憎你嘅啫。我讲件好消息你听。因为昨晚直山的时候，我拉住陈条国佬，我求他就代我向父王讲。讲什么？跟我们两个做媒人。陈条国佬跟我父王讲，父王一定应承的，你预备做新娘啦。昨夜同着提丝，阿主见我文才，可算得成仙启后啊。哼，我看魏王一定是想废长立幼。阿太公子，你仲我等你担忧。只见自此才华把魏兄望诸老后啊，我亲随父王南征北战，又怎能让他坐享阿龙楼啊？三公子啊，就唔怪得你嬲。嗰、那个恩士女咧，佢全凭就得你救，佢成机就爬大路。你话有乜嘢理由呢？唉，可惜我哋疏忽间亲嘅，你自己就谂到头，谂到头啦。系你河北嘅恩士女，有名天下嘅女闺秀。丽质佢天生性，就算江东二桥都当第九啊！况且洛阳系你收复，你应该要及早筹谋，你快啲去对魏王讲啦，否则唔系你就会再落后啦。叹一句，今日时机坐失。唉，的确是废杀你臭啊猫啊。王位美人两街空，叫我焉能公子，我而家想到个办法，最好用一纸贯双雕嘅计划，趁住阿三公子而家阵，佢唔系话远征嘅时候，你又可以先发制人，请求下魏王俾阿远征你做老婆，我就只拆散佢两个之后咯。三公子佢咧，难免一定会迷迷惘惘，嗰阵你有挤多少痛脚？你可以隨途王位啦嘛，咁揾邊個同父王講呢？最好揾阿陳橋閣老啦。父王說到另外一個婦人不可人負我。都要及早啊，魏某。哦，乔国禄，啱啦啱啦，我正在想国夫向你来拜候。唔敢当，大公子，
我都正系不闻不慕嘅，咩事干用到我呢个老头啊？因为为着我个婚姻拜托你向我父王开口，哦、就系、是、为婚姻啊，系啱啦，顺便做埋你呢单。咁譬如大公子，你中意边位女流呢？因事远征，我想与佢成婚求。恩怨经系六点啊！得，讲到做媒人，我把口啊朗过猪油嘅、哦。多多拜托，拜托，静听消息。哦，启禀王爷，国母陈乔大夫求见。传令旨。借座，陈大夫，不在府中立福，到罗有咩要事啊？有心到嚟问候阿魏王，唔敢当，魏王。我想话将我小女嚟高攀下三王子，唔知魏王会唔会嫌下官寒微呢？吓、啊，你想将千金嚟许配子建？哎呀，魏王，如果你唔嫌弃，肯接纳嘅，老夫真系不胜恩幸之至。哦，咁我先能多谢，多谢你垂爱我嘅小儿。起驾起驾，系咧，魏王。咁譬如大王子嘅婚姻，魏王你又如何处置？哎呀，你忽然间问起我啊！我都冇晒主持喎，啊，魏王，你咁快唔醒唔起咧？咧，嗰位河北嘅美人唔系住响你屋企咯？远征，哦，远征啊，真系贤良温顺，世间气啊，子桓。参见父王，拜见魏王后。大王子又嚟又嚟，子桓啊，父王，我要同你择吉成亲，将恩师远征许配你。谢父王，恭喜大王子啊，恭喜魏王，恭喜魏王后，老夫都告辞。哦，子桓啊，在宋国路，不敢不敢，奉命从命。魏王，你将阿远征许配阿子桓，你考虑清楚未呀？使乜考虑啫？儿女婚事，求求其其啦。三公子，你见我父王可曾搞妥我件婚事啊？妥晒咯，妥晒咯。点啊？不过点咧？原来你父王早就决定，决定系咯，要啊。吓？哦，咁远征姐姐，父王又点样安置啊？我做你阿嫂咯。扫咗我阿嫂？系我得到三公子你做我个女婿，我都唔知几欢喜，我要翻去准备多啲嫁妆，免失礼仪啊！好女婿，
历一声如来欢喜，横来为见斩情丝，欲哭不敢笑不成，此际神魂乱意。敬我，我要去找他，我要去找他。三弟，你想去找哪个啊？你是不是想去找远征啊？我父王已经宣布远征是你的嫂啊。他是我的嫂，你是不是还想找他啊？我你不怕父王知道？三弟，父王言出法随，你的嫂子佢嘅脾气，细佬保重下啦，何必为一个女子破坏我哋手足嘅情谊？手足情谊？平安，快点扶三公子回来休息，我要筹备我的婚礼。哦，公子，哎呀，我越来越懒，渐觉不知小姐，小姐，咩事啊？你老，因为魏王宣布你同大王子成亲啦。若夫人咧起身饮啦，开头做咩？啊？点解古莫喧天？咩事啊？见我？嗯。开头做咩嘢啊？今日唔系大王子成亲咯？吓、啊？敬安。敬安，点解大王子成婚你都唔话俾我知啊？娘娘吩咐，佢话三王子有病，叫唔好惊动你、啊。我有病，我病，我为逼我病，我一定要见下佢。快啲攞衫嚟我，攞衫嚟我啦，去啦去啦。你快啲到我睇下啦！阿王子，你唔好去啊！你去真娘娘会怪我噶，怪你！如果怪，怪就怪我啊！快啲攞个镜嚟我照下，去啦去啦！点解我睇唔到？我望唔到噶。唔通我眼花？我今日眼花，我唔会，你个开啦！
危迟咗咯。哎呀，子健，你出嚟做咩呀你？母后吓，我想出嚟恭喜阿大哥大嫂啫。好啦好啦好啦，你哋叔嫂初次相见，咁你就行翻个礼啦。大嫂，恭喜你鸳鸯福禄，福禄鸳鸯，多谢啦。你自己保重下，三叔，三叔，三叔自己要保重啦。大嫂你，唉，阿子健，呢处风猛啊，你翻入去唞下吧啦。我你乜嘢啊？去啦，入去唞下啦，唔好多讲啊，去啦。哎呀！小姐，尼禄，你们外边时候领命。远征，我知道你同阿子健一样咁为难，大抵都是前生注定。你两个有缘无分啊。我自到洛阳得知见佢垂怜薄命，佢待我好，我待佢都亦好，我哋两人相爱，只不过是在于精神嘅啫。远征你都无谓对我们一路使乜向住玉兔还呢吞，你同子健相爱都早有所闻，既往嘅事情怎好再问啦，虽知今日出于皇命，你要大公子啊姓亲，
此后你共三二夜就是叔叔的命，凡了江上的礼教都不许乱分，还公金心严行错就需要谨慎，若果行差踏错就定必惹祸恶根。我呢番肺腑之言呢，就当记紧，需谨慎啦。此后叔嫂相见，都要避老而行。你要打醒主意才好啊！魏文帝创业开基，几辛苦才得到天下三分，你就要负起兴亡的责任。冇乜边个可以覆亡魏国，所怕者并非东吴西蜀，而偏系你。因为由你可以引起他兄弟相争。三王子，你饮了碗药啊？这碗药怎么医得我这个病呢？我都是不饮了。三王子，你饮好了，你就算不顾自己都要体念太后的亲心嘛。况且魏王又这么锡你，人人都知道以帝位相传的了，你保重身躯承当大任嘛。王位大任，伏姐不怪得伏姐话，她又回落水做神仙，到我在这一处做人啊。福姐，福姐，一道纱窗相隔成千里，思念藕断泪盈襟。计划完成，帝位一定坐得好稳。不过闺房之外的事，烦劳两位关心。得。
醉成咁啊？冇啊！吓，阿月阿李露，吓，你快啲扶大公子入房，叫阿婉贞小心啲嚟侍奉佢啊！啊！今晚是我们两个好日子，我们应该要饮杯，来拿两杯酒来。我们两个同饮一杯合欢酒，饮来饮来。你又忠于我，大王子，我都以身相试啊，怎会不忠于你呢？你的心呢？我的心，我的心一样忠于魏国，忠于你哋曹家。好，你饮一杯，我饮一杯，你以后忠于我，你尽可以碎杯表示你心无藏人。吓，你讲，你答复我，讲咧，讲咧。吓，好啦，此生我有负君侯宠爱。犹如此杯一样，不得善其身。李露，你企住点啊？翻出去！婉贞，在你未碎杯之前，我心有顾忌；在你碎杯之后。我什麼都可以跟你說，只見自此文章未世都故弄才華，想謀奪我他朝的地位，聯絡那班讀書佬以為好得勢，他有文臣，我亦有武將，在這個亂世時候，一支筆焉能擋得住我千軍？我總有一日，婉貞，你帮助我，你帮助我，大王子，你喝醉了酒呢？我不会醉，我永无醉，除非我杀了紫剑之后，我就沉沉大醉。
子，你要三思才好啊！我要三思。我醉，你醉埋去休息一下啦。大王子啊，原来他腹内粗藏刀与剑，心醉仍带性失魂啊，已断相思未了情，使我有谁能光阴了。如果只见逝留响京师，迟早都会招杀身之祸嘅。我虽然嫁唔到佢，但系我嘅心依然都系爱佢噶。何况他一向待我如姐，我待他如弟，我有咩办法及早通知佢，回避呢一个危机呢？不如等我写封信通知佢。远姐，大王子仲未瞓？我见夜色咁好，我回忆离乡远啫嘛。嘿，离乡远使乜回忆啫？你随时都可以翻去噶。系咪真嚟噶？真噶。我想15月当头翻去拜祭下花神，唔知你准唔准我？哦，你随时可以翻去。夜啦，休息啦。你睇下芙蓉帐帘，我哋莫负香琴吧。黎奴叫我俾朵花你，佢话叫你搣开佢睇下。15月上柳梢头，离乡院内祭花神。离乡院。Time!
嫂，你今晚约我嚟，仲有咩说话好讲啊？系，仲有咩说话好讲啫？今日我哋都既成叔嫂啦，就算我想望多你几眼，都要受人限制。我知你都嫁咗啦，我唔应该再见你。但系我接咗你封信，又而得即刻赶嚟啦。你接咗我封信，只见点解你成个好似傻晒咁啊？你往日嘅风流潇洒去咗边一度呢？我昔日嘅潇洒风流，俾你嫁嗰阵大扯晒啦！我只见今生今世，唯有与木偶同齐啊！你唔使难过，我虽然系嫁咗，但你一样可以当我如姐姐，我当你如弟弟啊！苦恨无一语为君，只有双空谁能替？你嫁去我一点灵身，嫁去我无穷智慧，只剩此残余躯壳，难怪你不再提携。情到绝时，如待毕，我生啊无可恋，泪难叹归。无话语，无声，无泪涕，只有愁有怨，我有恨，有悲凄，我好比木扫泥飘，早忘了人间。何时？你继续在呢笪地方止水民心，
希望得胜抗礼。转眼夫妇变成叔嫂，前尘往事你无谓再提啦。唔提咪唔提啦，你就有咗阿哥啦，一样可以快乐逍遥。但系我不久于人世啦。子健，你咪咁讲得噶？我今晚约你嚟呢树，系有一件好重要嘅问题。有咩重要问题啊？就算你有万语千言，我哋大家都得唔到丝微安慰，除非一齐到地府做一对鬼夫妻。子健，你兴王酒后吐真言，对你时时攻于心计，佢兵权在手，我怕你嘅性命堪危。佢已经夺去我心爱嘅梨花，从中夺埋我将来嘅帝位，我唔怕佢。佢有半斤，我有八两，日后就可见高低啦。是我想见佢嘅啫，我哋两个女落功名，并冇行为越例。你呃我翻嚟话拜祭花神，原来花神就系佢。我应该执罪个畜生淫乱宫位。大哥，你咪含血喷人，想为直断遂行你公心之计啊！父王，我对于远征只问是力于情爱，但是我都不似得大哥他立心咁亏。方唐，今天他是你阿嫂，你讲这样的说话，你知不知道羞愧？哎呀，父王，父王，魏王，一日都是远征不晓做，我曾经警告过你的嘛，你反为还约他来私会，今天的罪过你要担当起来。太后，我就体谅你的慈怀，护存他们两兄弟，因为奴夫酒后讲的说话逼得我咁大胆若子见到来。我酒后讲咩说话？讲快啲讲，讲佢讲我啲。你讲咩？哎呀，你两兄弟唔好嘈咯，远征。大远征，有咩事干你就忍下啦！你咁样搬弄是非，就越搞越弊噶啦。太后，我并冇把是非搬弄嘅，不过我恐怕搞出更大嘅问题啫。可能啊。你把咩说话住多，快啲讲。
王子跟你说什么？他没什么说，不过说三王子不是挺尊重他的。今天是非黑白都是你辅导啊，全亏啊。只见不羁改立子桓姓啊，在为下臨之坐鎮，無子孫召不准啊，反怪大王所患乃头风之症，病入脑中，非药石所能医治，除非用利斧将脑劈开，把头风驱去，方能病除啊，魏王。好胆，好胆，呵呵，你想借故谋杀孤王？唔敢，唔敢，唔敢！人嚟！华佗妖道想谋杀孤王，将佢问成死罪。大王，快我天数已定啦、啊！王爷，哎呀，点啊，王爷，哎呀，啊，我一生戎马，才得天下三分，我欲创万世之基，唯在天年所限。哎呀，王爷，保重啊！目睹佢哋兄弟不和，国亡无人，你保重，我吩咐你，你即刻明日在城外做72个假佛，千祈唔好话俾人知道，唔好俾人知道我撞喺边一度。免之日后我死咗啊，俾人凌辱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父王，皇帝诏曰：特宣临之后，曹植黑日进京，商量国家大计，不得为止。谢旨。好女婿，主上叫我大旨到来，等候你一同就到噃。呢度圣旨简直是催命符一样。哦，不敢讲，他想藉商量国家大事，想骗取我的头脑啊。你又写得咁多疑啊，满朝文武都不派，特登派老夫到来，一起跟你商量下我小女的婚姻大事。主上对你是一片真诚，老夫都敢以性命为保的。我话你哋蛇鼠一窝就真，我点都唔翻去噶。除咗恩后娘娘叫我之外，我誓不反京都啊！主上有旨，陈桥大夫上谕。
神救我主，临之后抗旨不归，微臣欲命而回，奉王恕罪。吓，临之后不返。孤王初登大位，无非召佢返嚟，想成命归凡，竟至亲情于不顾啊！佢话微臣同主上蛇鼠一窝，别话。佢仲话，佢话除咗殷后一个人叫佢之外，佢誓死不反王都。除殷后叫佢之外，誓不反王都。冇用，死罪。主上，林之侯抗旨辱君，应该兴兵征讨啊！对待一个小小林之侯，使咩兴师动众呢？主上啊，不如先行退朝，然后再作良图啊！全子退朝，令子退朝。怎样可以将他来逮捕？主上啊，不如将计就计，叫皇后写封信氹他回来京师，那时可以将他任诛任屠啊嘛。我王早已将他废弃在东宫，突然叫他写书，未必肯做。主上，你可以叫埋太后一齐压他，同时你可以吓他，又哪怕他不肯挥毫呢？又太后，好，快传太后东宫娘娘一通上殿，臣领旨。太后与东宫娘娘一同上殿。点慈母女挂在腮边里望，去唱夜夜望天涯，眼过偏红颜道。在梁前亲谢过，见否思亲有泪湿龙袍啊！端过金交椅设在御阶前，岂可为国忧劳忘孝道啊！见太后咩？子桓阿在，听晚嚟只见佢唔肯奉诏归罗，相信今生我都见佢唔到咯。我正为此事请母后商量一切。徐远征写信之外，佢话永不返京都。如果是这样就容易了，那不是立刻叫他写咯？我恐怕远征纪念前仇不肯写啊。傻呢，昔日的事情已化为烟雾，
大应敬其轻，叔应顺其嫂，骨肉就不团圆，责任喺远征度。快啲叫佢就嚟见我，一于就要佢做。平身是二妻，孤王久未驾幸超阳，身体可好啊嘛？臣妾托赖，感谢皇上你为我心操。太后要见你。系咩？叩见太后。免礼。妾上金莲到底有何事故？只见不肯归来成命，太后叫你立即收书，劝佢速返京都。啊？叫我写信俾佢？系，你无谓私仪，因为太后渴念子建，你好应该体念亲心，稍尽妇道。使乜谂咁多啊？阿嫂写信劝阿叔翻嚟见老母，几平常啊！来侍臣，快些准备文房四宝，在金銮大殿，皇后即席挥毫。太后，此件上有高堂，又不是无兄无弟，唔通除咗我一个之外，就冇人写得一封信令佢回师迟暮咩？我以为呢封信由我写呢。咁点啊？我怕有坏。而家叫你写信就有歪妇道系嘛？咁你当日写信俾个梨香院约佢私会，系黑尽妇道系嘛？算啦算啦算啦，佢唔写罢啦。阿王爷，不如你赐笔马俾过我，等我亲自去林芝城见佢，至多我呢扎老骨头挨下风霜雨露。咁又何必呢？远征，我自从得继承大位，正在以德服天下，你何苦陷我于不孝呢？远征，你应承太后呢，写啦。佢为念儿情切，唔通令到佢几十岁终日泪眼模糊咩？如妻，文房四宝经已准备了，快啲写啦！See?
前行，心头一点怒啊！呢一子书行能合普罗，竟然为名太糊涂。你唔想我母子团圆，显见你心存杂刀啊！你既否大婚前夕，点样答还家姑？你正因口是心非，我要打过你个贱人烧魂炉啊！呀，一枝书行用意深啊！元正，我一生人最爱就是子健的，我现在都将近死了，我都不见到他一面。唉，你当做话好心，元正你死了，我宁愿拜下你，我宁愿跪下你。你如果肯死的，你就胜过做七级浮屠。
汉卷在文化系咯，咁你快啲磨墨啦，王爷，过嚟呢边先。忍泪含悲强咽喉，未到开端力而枯。远征，你要写亲切啲，然后才打动得佢嘅归心噶。我会写噶啦，太后。写啦。夜夜数啊，残啊根，盼望归来啊，又望孤家园。叔为后曹洪在日本自杀身亡啊！玉帝身亡，不用多方立的全子开仓。令主，是皇叔在日本自杀身亡，好似惊雷炸到。许将军，你揸住啲封信带五百轻骑到林芝，保护玉帝反京都。令主。不许你金殿多留，需回宫及早。自奉太后娘娘回宫。得到佢写呢一封信啊，仲胜个洞丁多啊！先帝以家龙清霸，我养成衣冠再统阿皇都啊。林之后翻咗嚟啦，吓！只见翻咗嚟啊，娘娘，
而林军将宫中四处包围，我睇呢个情形都唔多赞，而且仲重重埋伏，林诸侯都几难渡过呢一个难关咯。重重埋伏，佢哋同失聪窝搞到天愁地惨。李奴吓，你快些随我入后宫，把太后叩见，帮佢把圣上阻拦啊！只见拜见娘娘千岁千千岁，性命富归还，今日与你重逢，令我魂飞魄散。娘娘，只见归来性命，完全信你一字书函。一再负相思，今日得见你芳容，我虽是呢都无限。唉，枉你聪明若此，点解唔细看我信中词意？我睇得好清楚噶啦，我再读过俾你听啦。新君痛恨前妃，怀念手足，连帝寂寞，归凡成命，当惜解难，保平安。嗱，几清楚？你读错咗句逗啦，等我读俾你听下。新君痛恨前妃，怀念手足，连帝寂寞，归凡成命。当释解难保平安啊！哎、咁我就误解你书中词，恨错啊难翻。福姐，不过佢哋带住五百轻骑，似虎如狼，逼我翻。福姐，兄王对我怀恨在心，我早知道难逃大限，难得你仍然咁爱护我，我就虽死都等闲咯。圣上有旨，林诸侯立即上殿。林诸侯上殿。
驾奔不回来奔疏，孤王登基不来朝贺，不忠不孝，论国法应该处斩。兴王，我知不忠不孝，由于你的不仁不义，你全心要把手足伤残。就算人哋话我手足伤残，我都执行国法嚟惩戒呢个罪犯。我有咩说话讲？我冇说话好讲啊！我死而无怨。我如果唔系有个你咁嘅大佬啊，我点会有咁好文章留在人间呢？你嘅文章，先帝就系受你个文章所迷，造成你今日杀身招患。你的文章完全系假嘅，若果系真才实学，敢唔敢在金銮大殿面试一番？即管试。好，我限你七步成诗。若果七步诗未成，罪犯欺君，应该处斩。好，请兴王命题。好，今日我哋相逢就以兄弟为题，诗中不许提及兄弟。若果你真系七步成诗，唔讲话唔杀你，孤家让你独步文坛。众兄家。方才以玉帝所讲的说话，众卿家做一个证人，等他死而无憾。现在我开始行，话得到做得到，你咪当作等下。你听住，主斗言斗机，斗在苦中一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七步果师成，得果是令人敬的人呢，总是孤家之患。兴王，想我七步以成诗，相信可以让我重返林珠城，说我把龙颜饭呢。就赦免你的死罪，免至话我手段凶残。谢兴王，王叔，你咪行住。后见主上。御妻。无
子宣召上殿何干？主上，君无戏言，所谓诚信不可服人，奸诈必留后患。若果有亏不辱之情，有伤兄弟之意，定会贻笑世间。何故刀斧手埋伏两旁，显见你佛口蛇心，焉可瞒众眼呢？吓、啊，王叔，就算你今时离得开金殿，恐怕你都难以生还。哎呀！上次算你成功的，上次算你成功的，我问良心无过犯，你将手足妄相残，妄相残。你将我斩，斩斩斩！我哋兄弟不和，都皆由你呢个妇人为患。你居然斗胆话我腹内藏奸，你辱骂孤王已经罪该问斩，你仲诸多挑拨，想我哋兄弟手足相残。记得当日我叫你收书。赵玉帝回来，你诸多推搪，分明令到我兄弟离间。仲有啊，记得离乡县，你哋欢期密约。你呢种啊腹内藏奸，来是恨，赐佢毒酒一杯，免留后患。等你永离尘世，送佢鬼门关。主上，你冇射子健之心，我早自生死于道外。
失到我有未完的心事，死难瞑目的啫。顶有三族，等于主上有兄弟三人，鼎足俱全，可以永保不倒的。圣上的兄弟存在，可保国家万世兴隆。鼎缺一足而倾，国佛炎凉终灭。你哋兄弟何必要心存妒忌，强令子建身亡呢？又话同心可以断金，独木难支大厦，臣妾无半点私心嘅，我只望能够见到你哋兄弟冰释前嫌。我虽死都瞑目啦。木姐眼见名花毁谢，以后功名富贵我都试咗等下。
欢欣无状。只见我本是乐村的神女，被君精诚感召，所以我才降驾南厢啊。乜乐神就是你啊，元正，乜你位列仙班你都不带埋我去，留下这个痴心人在于世间流浪啊。只见你同我点同呢，你被世人所重，我以为世人所弃了。人人尽说神仙好，哪知千古神仙都皆渺亡。啊，姐姐，好姐。